我露露，是呀，哎呀，老大，我把露露来了。哎呦，这可不是露露，哎呀，宝贝儿，快叫人，宝贝，爸爸。哎，那个不能瞎叫嘛，叫爷爷，爷爷。哎，快快快，坐。哎呀，孩子可怜呐。其实我也想好了，这离婚啊，不一定是件坏事，没准还是个好事呢。啊，还好事呢？我说你那亲生的爹妈要知道你离婚，非打坟里头蹦出来不可啊！干爹，这俗话说有得必有失嘛。我离婚了，也就自由了，这下我可以完成你们俩未老的心愿了。什么心愿呢？我要跟红国哥破镜重圆呢。妈，哟，来客人了。哎，红国哥，露露，哎，露露露，哎呀呀，你先松手，露露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们的孩子，这是爸爸。哎，这不是，露露，别的可以乱认呐，这爸爸可不能乱认呐。是啊，我没瞎说，这欣欣啊，就是我跟红国生的孩子。哎，宝贝儿，叫爸爸。哎，这就是爸爸，是爹爸爸。哎，红国哥，别吵了。不是，露露，跟您说啊，你走了以后了，这事情呢也有点变化，是吧？这个红国了和那个前院那个李醒一，你还记得吧？他的现在是红国了。老婆，你结婚了？你不是说我非我不娶了吗？露露，哎呀，你可记住了，这当初是你先甩的我们家红国呀！见你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所以这七年我都没敢回来见你们，你原谅我吧，干妈，我已经付出代价了，你们原谅我好不好？不四件事儿，你现在人家露露，果然是你啊！你上我们家来干什么呀？妈妈，这不是刚才把我撞倒的阿姨吗？啊，是啊。哎，宝贝儿，这可不是外人，这阿姨就是你的小妈，记住了啊。什么小妈？红国，啊，说清楚。对对对。爸爸，这阿姨怎么这么凶啊？爸爸，不是张红国，你今天就……哎呦，你这孩子胡说什么呀？你干什么呀你？自己的儿子你不认，你还想杀人灭口啊你？你怎么能证明这孩子是我的呀？这还用证明吗？干爹、干妈，你们看看这欣欣是不是跟红国小时候一模一样？啊！真是！哎，欣欣，欣欣，老婆，我告诉你，长红国啊。小心要醒不过来，我给你拼了这条老命！我告诉你，妈，现在没工夫拼命了，赶紧救命吧！张红国，你赶紧给你老婆下人中啊！啊，等着我了，我回来了，媳妇儿，你快醒过来！那这都是那嘛，在这儿啊！哎呀，媳妇儿，醒了，醒了，醒了，看看我，道歉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吧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，错了。说着玩的事儿啊，欣爷，欣，那个李婶儿啊，劝劝闺女吧啊，劝劝，有嘛事咱俩好商量。没嘛好商量的，天爷，哎，把你妹背回去。啊，有啊。行，欣爷你别操心，我错了，欣爷，我求求我给你做一，给你跪下。还有脸哭呢你？妈。哎呦，干爹，你别生气了。你行了，都是你惹的事儿，你满意了？爸爸，你别哭了。行，那个，露露啊，你跟他什么关系？你叫那么亲切啊？不是，去一边去。小慧晶啊，我问你，你什么时候从院滚？赶快滚！姓花呀，文明一点啊。这还有祖国话朵了。这社会的未来，露露，你看啊。张红国是已经有老婆的人了，你俩那点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，你就把当个屁。
这个也不文明，闺女啊，嗯，不行，干爹就再给你找个地方住啊！你在这儿成搅屎棍子了，孤僻了。干爹，我跟欣欣，我们已经是孤儿寡母了，你不至于要把我还有你的亲孙子都扔出去流落街头吧？啊呸！那我们家新医生呢？那才是咱俩的亲孙子呢啊！你赶快跟我走啊！你不走，我把你行李都扔出去，别干了！哎呀！杏花，你看露露怎么的都行，这孩子不能流落街头啊，是吧？行，那就让这孩子留下，不过他必须得走啊！你走不走？那孩子不能没妈呀！就是啊，干妈。哎，我说，你可跟这坐了一上午了。盼着姚孙子，这回好啊，送来个变外的孙子。孙子是有了，可我这信里头怎么那么堵得慌啊？什么叫变外的孙子？这是变外的儿媳妇儿，出去转一圈去，带回一孙子来。你心里堵得慌，我这心里还不知道什么滋味呢。活不了了。不是你别这儿哭啊！你让人听见，以为我带回一儿子来呢。行，过了菜。哎呀，你这，等会儿啊！哭都不让。你就非把我气死为止，你啊！爸，您消消气儿，你别气坏了身子。那也不赖我呀。是那露露非往我身上扑的，他怎么不往我身上扑呢？妈，咱们得想法把这露露请走。对，谁说不是了？可是吧，这露露爹妈呀，对咱们家有恩，咱们这么做，这不是恩将仇报吗？再者说了，还有孩子了，我就先把这不孝的儿，哎，救命！你干嘛呀？他也是当爸爸的人了。废话。他要不当爸爸，我还不抽他呢。哎呦，你吓死我！干嘛呢，小兔子？不，你这是干嘛呢？我这是看红果小时候照片呢。你看，鼻子、眼睛、眉毛、嘴，多像欣欣呢。你看，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了？你能看出什么来呀？哎呀，我这不对比对比吗？别万一弄岔乎了呀！哎呀，你呀，就别胡思乱想了啊！不是说做亲子鉴定去吗？哎呀，可不行啊，千万不行啊！怎么了又？万一啊，鉴定出来，这孩子真是红国的儿子，咱可就没退路了。快！红国小的时候睡觉也爱挠鼻子，胡思乱想。那狗睡觉的时候还挠鼻子，这么一折。哎，露露啊！啊，我们家的地呀、啊，用不着这么擦，不这么擦擦不干净。欣欣，你看，你就弄一摊纸吧，快，在外边玩去，都弄脏了。不玩啊！嗯，对。哎，干爹，您稍微抬抬脚来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干妈。哎，抬抬脚。哎呀，露露啊。能不能把手里活先放放？那可不行，我好多活呢。哎呦，那我们能把脚先放放吗？那个，以后啊，你们家的活啊，我就全包了，您放心啊，干妈。露露啊，你跟欣欣……哎呀，干爹，您这是偏头疼啊？小病，我会治。来啊，那个。您坐好啊！哎，这行吗？那你试试啊，放松放松，哎，什么都别想。好，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干嘛？你嗓子不舒服啊？嗯。哎，你张嘴我看看来啊。哦，没事儿，就有点上火。哎呀，我说露露，你会的还不少啊！我学过足疗。怕
是不是成亲？他跟谁要成亲？什么事啊？是你说什么？没事儿。事儿瞎嚷嚷什么劲儿？哎，张老头，张老头，哎，可真有你的！哎，我不是说明天找你下棋去吗？你怎么才来呢？下什么棋呀？啊，你还有心思下棋啊？你们快去看看啊！你儿子呀，可是给你们长脸了，在胡同口啊！来来，瞻仰一下，瞻仰小子，跟回家。我们不回，别在这儿，不能，我就不能，就不能，我们要办到底了。要不到底，我们不回来了啊！哎呀，你在这干什么呢？你啊，这不是丢人现眼吗？快回家，回家！别！你算哪根葱啊？他是我老公，又不是你老公，管着吗？他是你老公。他还是我孩子的老爸呢！哎，别提这个，露露，你要再提这个，我就在这永远不回去了。我，哎，这都别着急，你别着急。不是我告诉你们，听我说，给他们弄大杯。听我说，这不是着急的事儿，你们这么横，他们更不走了。你呢？客气，对，你客气有什么好说的？支持我就好。你呢？不走。哦，有志气啊！我说心怡，你不在我身边的日子，我想死你了。心怡，我想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。你不要说了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不是跟你老相好过得挺滋润的吗？心怡，我……哎呀，红博哥，你看呐，你脸都弄脏了。哎，你去洗洗脸，我给你弄点好吃的。我行了，你还嫌不乱了你呀、啊？心怡啊，你看咱们娘俩。一共生活两年的份上，你能回趟家吗？就算给你妈妈个面行吗？干嘛？你说你这么要强的人，干嘛给他低着头啊？你给我闭嘴！妈，我给您这面子，我回家。媳妇，媳妇，回家，回家，那我们赶紧回吧。媳妇，哎，你说这个事儿也没完没了啊。干爹干妈，啊，我们准备回去了。啊？怎么突然走了呢？昨天晚上我前夫给我打了个电话，他想想，这世界上只有我对他最好。哎呀，这种人的话你也信？这是这，你但愿他这一觉能把自己摔醒吧。我昨天晚上想了一晚上，为了孩子，我还是决定回去。回去，那你就是要跟他复婚呐？是。可这孩子不是我们红国的吗？你看能不能给孩子留下？我们干嘛？这孩子不是红国的。我是怕红国哥他不要我，我在想出这么一馊主意，我错了，你们原谅我吧。哎呀，这是，行，闺女，闺女，我错了，快起来，起来说，起来说啊！我下次再也不骗你们了。这，那怎么就不是我们红国的了呢？那眼睛、鼻子、眉毛，那跟红国小村一模一样啊！这孩子，大妈，您那是没见过我前夫，他跟红国哥长得也很像。那你开始，那说了，行了，你怎么就突然就不说不是了？不依不饶的，这么突然呢？你那我们就去机场了，啊？这就走啊？这吃饭再走吧。不了，我知道我现在是这儿最不受欢迎的人了。我们还是走吧。哦，对了，跟爷爷奶奶说再见。爷爷奶奶再见。哎哎，乖孩子，再见。我们走了啊。哎哎，你慢着啊。大妈，您能帮我转告心仪吗？你告诉他，红国哥真的很爱他，他是个幸福的女人。走吧，走吧。欣欣，行了，欣欣得了。哟，张大爷，你回来了，吃了吗？没看，这不刚买回来吗？是不是？哎，找着工作了，这是起那么早要上班去？没。我待会儿我出去转转，我找点商机去。你买的什么呀？这别这儿闻，别这儿闻，出去闻去呀！啊，胡同里头犄角旮旯小花园都闻闻，
啊，这个商机啊，找得着找不着我不敢保证，没准能找着啊，我丢那把钥匙。照您这么说啊，没准我还能闻出什么毒品呢、炸弹什么的。啊，长了那你我跟你说、啊、张大爷，我不吃您的。哎，那好。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啊，这训练动物啊，就不能让这动物吃饱了得让它饿着，您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它饿着它才能出去找食去，吃饱了它就懒得不愿意动弹了。哎，我现在就训练我自己的。哎，我就让我自己饿着。待会儿我出去转转，看能找着商机没有。好，但凡让我找着商机了，跟您说，我吃它个花天酒地。好啊，那你呀、啊，赶紧花天酒地去。一会儿我这包子凉了啊，包，果不其然是包子，我刚才闻出来了。哦，猪肉大葱的吧？哎，我今天尝吧。别这么尝，别这么尝。来，我扔起来你。哎，张大爷，嫂子。忙着呢，哟、啊，老亨啊，洗菜哈。哎呀，你怎么有空上我们这儿来了？那样，我帮他提点东西。啊、哦，刚才在胡同里啊，有个不长眼的家伙把他给撞了一下。哟，哎呀，你看，他呀就是太粗心了，哎呀，真是不让人省心了、是吧？啊，好，真是不让人生信的。这有什么可乐的呀？还不可乐了？嗨，咱这亲的啊，表面一套，背后一套。哎呀，这不都入好上了吗？行了，你管这事儿干嘛？人家的事儿管那么多。这李婶啊，我说就是可乐红心儿，又憋不住往墙外扇呐扇呐扇。我再见了，我再见两句啊啊！有你什么事儿？真是，再者说了，这么大岁数了，找个老伴儿也很正常。别送了，别送了啊！哎，哎呦，我跟你说李婶，你千万别客气，要不然我跟你急。我不是跟您客气，您回吧。哎呀，没事。李婶啊，哎呦，老侯人多好啊，可别拒绝呀。不是，那个嘛，侯大爷，那就谢谢您了。哎，好，哎，没事。我还忙，我就不送您了。哎，你忙你忙。哎，有什么事打电话给我啊。哎，不过，没事也可以打电话给我。啊，好，哎，张大哥，嫂子，那我走了啊。哟，老侯啊，怎么这就走啊？好，我有空，我来陪张大哥下棋啊。哎呀，我走了啊。哎呦，怎么就大爷？啊，多暴汗啊！多暴汗！什么事儿啊？说啊，那个我还忙，我想去忙活去，还好堵两嘴等着我呢啊。那个多暴汗，多暴汗。什么多包涵、为了跟那侯大爷在一块儿，假装的弄了一小饭桌，猛塞呀！哟，小饭桌！不急，别这么酸成不成了，串什么闲话呀？将来这李婶啊，要听见这闲话，准得说是你说的，也就是你说的。他做那么明，他都不怕，我怕嘛了？真是。说不定啊，过两天那老侯啊就把他奸屋来住来了。那更好，我们俩下棋还方便了呢。哎呀，坏了，这把棋都碰在这儿，气了。拿着那叶子，这花脑子都掉了。小子们，这不是在哪儿吗？快走，快走！别管他，甩了吧！哎呀，你坐着吧，你别跑，别跑。老婆子，哎，不是你给我做点饭去怎么样啊？我都饿得不行了。你没看见吗？他们家把那厨房全占了，我怎么做饭？不，那你这活人也不能让尿憋死啊！你不会想点别的辙？哎，我这早上可就没吃啊，中午我再不吃我就厌食症了。想吃饭呢，求你那亲家去。他给我倒点块，我就给你做饭。哎呀，我求得着人家吗？我就求你吧，啊，老婆子，我求你吧，你快点给我做点饭吃去啊。怎么做不了吗？不跟你说，要吃跟他们孩子抢去。我跟人孩子抢，我有学生证吗？我就抢。王长，烧肉。
真下门。哎，干！咱俩为啥？吓我一跳，替咱们尝尝菜味怎么样？不是，没出息。这怕什么的呀？都是一家人，对不对？再者说，我尝尝咸淡，别把小孩子齁了。做的不错，哎，你尝尝，好吃极了。来，我不吃，我饿死，我也不吃。死心眼儿！来来，馒头，馒头，别闹，别闹，别闹，等会儿给你把馒头啊。好好好，哎呦。稍等，稍等，稍等。大爷，那肉您吃了吗？我啊，我没吃过呀。那哪个孩子偷吃肉了吗？没有。我买的后臀尖啊，整个半俩屁股，怎么就剩这么点了呢？啊，行，甭管了，先分。好，来，赚点钱急成这样。不是不是，你转悠嘛，我想上厕所。去呀、啊、这帮孩子在那儿堵着啊，我这非告诉要排队，我排第14个。这我哪受得了啊。你可哎呦，那你哎行，哎哎对付对付、啊、这大白天的。那你我们合计合计啊，咱想个办法。你快点喝去，是啊，别说，但凡能忍呢，我就不说这话了。我不是个耐说话的人，是吧？说两句话，这不行啊，这事儿多是非，就不会少说两句啊？哎呦，我就纳了闷儿了，我怎么跟他就成了亲家了呢？哎呦，一个寡妇失业的啊，外边找一老头来，名正言顺的在一块做上生意了，他脸怎么那么大了？我都替他臊得慌。行了，有你什么事儿？这个买卖是人天意张罗着干的，跟李婶就是帮个忙。我不管谁张罗的，反正的他们家合适了，赚了钱了，倒霉的是咱家。你瞧，说着说着实话出来了吧？啊，你还是看人家赚钱，你眼红了。谁眼红了？谁眼红了？不行，我还得早说。哎，行了，坐下吧。大爷，哎呀，张大娘，咋的？你还真生我气？谁让你坐了？大爷，哎，咱家可真行啊，把整个院子全给霸占，弄得我们两口子出不去门。是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影响您休息了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天意啊，岂止是影响休息，影响吃饭的事儿啊，我连厕所都去不了、啊、你说这一天。是，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、啊、我知道您气儿不顺，这样我这不给您赔不是来了吗？对不起对不起。光赔不是就行了，那我们这损是谁赔呀、啊、就是啊，天意啊，你可不能光为了赚钱把我们老两口给豁出去。哼，不能，绝对不能。张大爷，大娘，我天一是这种人吗？不是啊。我早就想好了，咱呢是有福同享，有钱同赚。什么意思？不是，你看我家那小饭桌开那么火，我不能让您二老在外面是不是站着看着眼红啊。您拉我们俩入股。我早就想好了，就是这么干，咱扩大经营，咱整大饭桌。怎么个大饭桌法啊？嗯，您看啊，咱这附近呢，除了有几个学校之外呢，还有几个写字楼，是吧？我呢就做小饭桌，做学生包饭。
您二老呢，整个大饭桌做那些白领的包饭。你看这是反正一只羊也是赶，两只羊也是放。等这个岁数大了，就折腾不管您了。不用您二老折腾，不用我在的吗？您二老啊，就帮着给张罗张罗啊，控制下局面就行了。不怎么的，挣钱的事儿，反正你们二老闲着也没事干，把钱搁外边不挣啊？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？哎呀，这要干好的话，最少也得万八千的。哎，跟你说啊，刨除刨这个进料的成本钱，挣的钱，咱二姨天宗一人一半，好不好？老头子，你看那个，反正啊，咱也得做饭，就是多做点饭的事儿。多做点饭啊，倒是值得一干啊。哎，得嘞。这事咱就定下来了啊！我去跑手续，我再入50%的股份，您二老这回放心了吧？不是，那你要把我们俩拉下来，你丈母娘不会有意见吧？嘘。所以说呀，这事不能让他们先知道，等他们挣了钱再跟他们说。啊，哦，里应外合，声东击西。多做点饭，不光要干，还要干大。这院子是大家。这个事儿啊，你就甭管了啊！这我们乐意，我们乐意。哎，我说你们俩也变得太快了吧？哦耶！哎呦呵，这哥几个来了，快坐快坐，都坐都坐啊！哎，有没有酒啊？喝酒啊？喝了酒玩的高兴。哎呀，姐，哎，你招的这是什么白领啊？啊，这怎么上着班呢还玩得高兴啊？我跟您说啊，那写字楼的白领我一时半会儿没招上来，我就把那个门口的网吧那边给招来了。啊，网吧的呀？啊，哎呀，这听说上网这帮小子瘾头大着呢，啊，这两三天的不吃饭，这要吃上咱们还不把咱们给穷了。哎呀，做生意哪有一下子就赚钱的呢？咱是先赔后赚，咱赚点人气，行不行？哎，拿拿，好了，来一趟啊！来，这才来了。妈，不行，我们上那边吃去。哎呀，瞧您说的，别去那边，那边是孩子做的，你们坐不下，上咱这儿就得。快快，上拉米饭啊！快点，来米饭，快！老婆子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？没事啊，你快点拉馒头，拿菜吧，别耽误我了。回去歇会儿去啊！哎，赶紧回去歇啊！你快上，来馒头啊！这是菜，大伙儿吃啊！样了啊，这差不多了，行，就差点了，太能吃了，我知道，这还差嘛呀？快了，怎么样了？啊，另外您也差不多了，您再加点盐就行了，我这加点味精，我这就行了，行，赶紧，我要，快快快，行，重点，行，咱们也少吃点啊，出锅出，行，好了，来，大爷带过来，行，出锅，好，我先给咱们上去，上，不是接上了吗？来，鱼香肉丝。啊，好吃吗？孟哥，你这菜里放多少味精啊？太难吃了！你要想暗害我们，早说。不行，我说的。完蛋，不吃了，不吃了，不吃了，我说哥，哎，你别走啊，这吃，怎么回啊？这国人太难伺候。哎，你别走啊，你啊，走了。是帮我揉揉啊。你忍着点成吗？你这什么毛病啊？你这纯粹没病找病吧？这不是钱没挣着，那赔进好些包子钱去，什么买卖干？你怎么怨我了？不是你大爷那倒霉天意的吗？你这叫什么话呢？我是看你乐意，我才没反对的。我这整天累的还腰疼腿疼的呢。哎，这买卖不好干，咱们退股。退股？嗯，嘿，你不干了，人家江天意还在院子里干呢，那不整天就得搅和咱们。哎呦，那干也不是，不干也不是，那怎么？哎，雇人干。嘿呀，你说的。雇人干啊，钱没挣着，雇人这俩钱再赔进去啊，那怎么办啊？我想个办法吧。嗯，咱不干了，
他江天翼也甭打算干。哎，我给他搅和黄了。行了。哎哎，什么毛病？哎，张大爷，张大爷，您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您后院的饭我一块给买，行不行？绝对不能饿着人家，好不好？不是这个，先别买呢。啊，我给煤气公司先打个电话啊。您打。哎，你给我拨出去。你认识他吗？就这个啊，就这。喂，啊，那个断了那气儿那电话是我打的。是啊，是你打的？闻了闻，没漏，您再给开开。喂，您张大爷，哎，您怎么打这电话让人断气儿呢？不是，张大，您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？不是您是不是不想让我们干了才打这个电话呀？我是谎称我打的电话，好让他们行行行行，说这些都没用了。罗大爷，我跟您一块儿去。走，不，那别去呀！不去怎么办？吃什么呀？走，哎，吃吧。保证都是大酒楼的，都是你的馊主意，灌煤气，这样可好，赔的更多，埋的都是饭馆埋的。爸，您也不看看，您七老八十的身体还想着发财，这回好，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了。喜欢吃吧？哎呀，这些菜啊，够我上班待一星期的了。剩下还够你爸爸吃半个月呢。不是你们闹腾的，我们受不了了。我们老头子能打电话给煤气公司停煤气吗？这事儿谁也不能怨，只能怨张大爷啊！行了，怨谁呀？怨张大爷，闹腾呢吗？哎呀，哟，张大爷回来了。哎，好，回来了。啊，哎，老姐姐，中午别做饭了啊！我那做了一锅红烧肉呢，回来我给你盛一碗。啊，不用，我那还一大桶。剩饭了，你跟我还客气嘛呢？对了，老姐姐，我买了一个毛衣，我穿着有点肥，我想给你，你试试呗。不用，有。你看，来，哎，过来试试。真是，过来试试。这人，刚才还打架呢，这就好了。怎么的？看我们姐俩感情好，眼红。切。那毛衣嘛色儿的，真肥吗？真是、啊，我听明白了吧？啊，只有这样才能钓到大鱼。有句话不说的好吗？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嗯，啊，不，说是那个水涨才能船高，是吧？话是这么说啊，可是一下拿出这么大一笔钱来，我们得掂量掂量。哎呦，您掂量什么呀，张大爷？我跟您说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啊！我丈母娘可是把她所有的老本全给我投进来了，我怎么的我也得对得起我丈母娘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保证啊，一年回本，两年咱就赚他一倍。是啊。嗯。可是我听人说啊。饭馆不好干。哎呦，张大娘啊，别人干能跟我江天翼干一样吗？咱干的是包饭，咱有固定客户的，那就有固定的收入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咱小院以前干的时候多火，张大娘，你又不是没见着啊。哎，火是火啊，可是，哎呀，让我们一下子拿这么多钱，我们怎么也得想想。又想。哎，二位，我可不是因为缺钱我找你们的啊。那说白了，我江天翼我不缺投资，我为什么找你们呢？不是，这是因为咱一个院住着吗？是吧？一开始整小院的时候，你们也投入了。那我现在挣大钱了，我把你们二位甩了，我以后我怎么见你们？你看看，如果你们实在是不想投，没关系，有人给我投，牛大卫全投。听见了吗？咱不投，牛大卫投。还是不投是吧？啊，好，没关系，我走了啊。反正以后赚钱了，二位别急，我走了。不，我找牛大卫去，我找牛大卫啊。走，这不是商量，是想的想。对，想你还想什么呀？不对，订单看着没有？客户的订单我都有了。
这么些钉子？这都是啊！对对对，等您二老想好了，我跟你说，我都赚了一辈子。行，那就干，啊！银行利息高，曾太，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这银行利息能跟我比吗？咱可是眼瞅着挣钱的。老婆子，嗯，你带着天意取钱去。哎，啊，好的，现在就取。现在就取呀，啊！哎，咱们也当回股东，赚个大钱。嘛叫股东？你管他什么叫股东呢？你不当人，你不当胃就当了。谁让人当胃当？真是的，天意呀，啊！哎，我们两口子哈，挣点钱不容易，是吧？那是养老钱，千万别给我们赔了。您放心，张大娘，我保证让你们挣钱，我让你们每天忙着就剩数钱了。每天忙着就剩数钱了，钱了。我妈说做饭了。哎呀，你听她的呢，肯定给你留出做饭的功夫来。哎呀，谢谢哈！这回咱们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。对，逃不了你也蹦不了我。天意啊，好好干啊，别辜负我们大伙对你的期望。哎，放心妈，我不是说过吗？那大家忙的就剩数钱了。那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我的事你少掺和。哎，少掺什么？你有本事你就别回来，你啊！听见了吗？听见了吗？我能听得见吗？听，哎呀，咱那钱要没呀！我的，这小子，我整天看这个天意油头粉面的，我就觉得不对劲儿。一会儿啊，得好好问问新华。别一会儿了，啊，现在问吧。新华，新华，哎，啊，问点事儿。蒋大哥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蒋大妈。哎呀，杏花，咱们那饭馆是赚了还是赔了？对，啊，你呀得跟我们说实话啊。这个呀，哎呀，杏花呀，你可不能蒙我们老两口啊！啊，想当初要不是我们拿钱干这个饭馆，那你们生意能干得这么火？就是啊。当初咱可得说好了，是吧？有财一块发，有钱一块赚。哎，可现在了，你看那天意，哈，就一色一色的。哎，你看你这脸画的，哎，我可是我们这老头老太太还在里头搁着呢。哎，你怎么着也得跟我们说清楚，不是？哎呀，您二老就别为难我了。您刚才没看见吗？啊，你没听他怎么说吗？他现在他连我都背着。我这个财务总管他都不放在眼里了，他啊，哦，合着你也不知道是赔了是赚了？是啊，哟，可别让天意给咱给骗了。不行，一会儿等这小子回来得好好的问问他。对，不能让他糊弄咱们，咱们是股东。对呀，倒是把咱们钱花了，咱还蒙在鼓里。嗯，你说的对啊，让这混玩意嘚瑟，我让他坐老虎凳，给他灌辣椒水，让他说出事情。你去把那脸洗了吧。哎，干嘛吓死我了？干啥玩意儿这是？等你呗。啊，天意啊，我们在这等你一晚上了。妈，你们等我干啥呀？天意啊，你看哈，我们都是古董，这生意上的事儿呢，你是不是跟我们交代交代？天意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你就天天这么花钱，我看着都眼晕。哎，我还是不是你的财务总管啊？你今天啊，必须把饭馆这账给我们都说清楚了。哎，天意，我父母可是信任你啊，才把养老的钱都交给了你，你可要对得住他们啊。怎么个意思？怎么个意思？你们今天是集体给我这兴师问罪来了？拉倒不是，不是，我这不是，我这上去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这。小娘，你们心都急是不是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个
该给你们的钱，我一分钱不会少给你们。到年底算，我挨个给你们算，行不行？年底啊，他说年底行吗？不成。那个我想那个现在我们就想知道，那可都是我们的老本儿啊。哎，天宇，现在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啊，既然是大家的事儿的话，那放在桌面上来说啊。不是，你让我怎么跟你说，宝哥？我跟你说你听得懂吗？啊，不是，每天我进多少菜，我卖多少碗饭，我跟你说，我有必要跟你说吗？既然是做生意，就要相信我，相信我江天意，是不是？话说回来了，没有我江天意，你们谁能让钱生钱呢？是，天意，你别着这么大急，是不是啊？就是我们大伙想知道这个生意上的情况，它不为过吧？哎，是啊，你们啊，就把心搁到肚子里面，你们老这么围着我，你让我怎么做生意？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，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生意上的事儿呢？哎，我张大爷，您要这么说话，您就是不信我。这个做生意的事情，他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吗？啊，你说我挨个跟你们一人说一晚上，那不得累死我呀？行，就不跟你说，我走。哎，你去哪儿啊你？话还没说清楚呢。你们实在是不放心，这样，我把你们的钱连本带利我都还给你们，都还给你们，好不好？但是咱们丑话说前面了啊，饭馆以后只要挣钱，一分钱你们都分不到。咱们说好了，你可不能蒙你张大爷。哎，啊，这样，张大爷，你要实在不放心，我把钱退给您，好不好？你们把钱都退走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啊，没有你们，我照样挣钱，行不行？走。不是，你也别急。信你招哪门？信我，你们还在这围着我干啥呀？赶紧走吧，我还得睡觉呢。妈，走嘛。那要先回家，先回吧。妈，回家去。那我们先走。哎，慢点啊。合着咱妈也没问出来呀、啊？我觉得咱们暂且相信。对啊，生意上的事儿，他想瞒咱们也瞒不住。哎，对，爸说的对，他想瞒也瞒不住，只要我们查他的税，不就急了吗？哎呦，爸你太聪明了，太聪明了。是我的贝贝，你是我的花儿，你是我的爱人。看见了吗，天意啊！大包小包的买那么些东西，花的不会是咱们的钱吧？用咱们的钱肥他自己的腰包，不行，我得问问他去。啊，我得问。你问呐？你拐弯抹角都问啊！别直问。天意，哎，天意，哎。张大爷，您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没看见，啥事儿？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啊，就是饭馆那事儿啊，还饭馆那事儿啊？您放心，我不跟您说好了吗？年底分红没问题。啊，你光说分红，我现在天天看着你这个大把的花钱跟流水似的。这心疼啊，老爷子，您说您真有意思，您又没花您钱，您心疼啥呀？你说什么？你没花我的钱啊？那你花的谁的钱呢？啊？哎，你花的是饭馆的钱呐，饭馆有我的股份，知道吗，小子？啊？哎呀，你说没花我的钱，你一月挣多少钱呢？行，老爷子，您要实在不放心的话，这样。我把您的股份啊，我拿出一半的，我还给您。哎，这样好，好，别，说清楚了，年底分红的时候，您可以少拿一半。那也行，反正股份回了一半了，我这心里也就踏实多了。那行，今晚上我就把您那一半股份我还给您，其他的年底分红再说，好吧？你这忙的是什么呢？没说完呢，股份是回了一半，我这心里也就踏实点了。那不完了吗？可是分红这一到年底，你这大手大脚花一爪干毛净，我不是也干瞪眼？不管啊，怎么着，你现在也得给我个承诺。哎呀，我说老爷子，您说您都这么大岁数，您怎么还这么贪呢？行，这样，
我召开个股东大会，咱们当面锣对面鼓，把事情说清楚，行不行？好，好啊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这回你要再蒙我，我上法院告你去。都来了，你告我？哎呀，真是！我张大娘呢？怎么没见人呢？来了来了来了！哪儿去了？来了来了来了！等您呢，刘大姐，不是粉红吗？够吗？哎，够的，我在哪里？应该不用了。都来了哈，那我就准备说一说啊。哎啊，我今天太高兴了啊！我没想到啊，咱们还能分上红，是吗？你还真把这个钱呢又生出钱来了，大爷我啊看错你了。说的就是，我们田姨最守信用。田姨啊，我跟您说啊，我这钱搁您那儿，我放心。还愣着干嘛呀？快去啊，把那赚的钱都给我们分了呀！不是那个，我说两句。今天呢，请各位股东来，啊，我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，能不能先不分红？不分红不好吗？不是，你不说好了给大伙分红对吗？对呀，所以我都没空做饭了嘛。对呀，就说你，听我说呀，不是，天意，啊。你可说的是分红，对吧？我看你也是买好的、吃好的、穿好的，你可是挣钱的啊！张大爷，你听我跟你说，那天意啊，你可不能把我们给坑了！哎呦，张大爷，您说这什么话？我怎么坑您了？一听您说这话，就说明您是目光短浅，是吧？再说了，大爷，您那投资的本钱一半，我不都还给您了吗？我妈的，那还一分钱没有呢。是不是啊？哎，你把利润都拿走了，你让我以后怎么再做生意啊？怎么再发展呢？你也得让我们心里有个底。对呀，所以说呢，张大爷，我今天把大家叫到这儿来，就是跟大家商量一下，那个，咱们能不能先不分红，扩大经营？扩大经营？经过我这么长时间的市场调查，我发现，必须要扩大经营。哎，我准备开一个四层楼的大饭庄，四层楼。对了，哎呦，天意呀，哪儿那么多钱呢？你别做梦了吧你呀、啊！现在我跟你讲，那讲究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，搞餐饮必须得大，大才能挣钱。那小打小闹你挣什么钱呢？是不是？所以我决定了啊，我把咱们花园对面那个四层楼我给包下来。我整一个集什么餐饮呐、洗浴、保健的一体的综合性大楼。我想好了，咱们一楼足底按摩，二楼洗浴，三楼吃饭，四楼卖早点，怎么样？呀，坏了，我还得见个客户去啊，我跟人谈个事儿啊。好吧，我先走了，那个明天再说。好吧，你等，走就走了。哎呦，别气了，爷爷，别走了，别走啊！哎呀，我说走了，说清楚了，就是啊。你等会儿。啊，你说明白了再走。哎，我这还有事儿呢吧。哎呀，先等会儿，天一，我就问你一件事儿，为什么你把这个吃早点的要放在四层呢？哎，张大爷，这正是我创意的高明之处啊！您想啊，想吃早点吧，您就得去四楼，我在楼梯这边，我夸上我弄出一大落地窗来。哎，想吃早点的人一看，嚯，一楼洗脚的，二楼夸嚓全是洗澡的，三层夸嚓全都是在豪华包间里吃饭的。没想到多好的宣传啊！那照你那么说，你在楼梯那儿夸嚓来大落地窗啊，然后那个洗澡的光屁股的人让你坎坷的看，随便看，是不是？你想什么呢？这我都没有想到哈。没关系，方案不行咱们再改。总之有一点，咱们要做大买卖，做大生意，赚大钱。不是，田毅，你做大买卖、做大生意都行。你说的那么天花乱坠的，钱打哪儿来呀？钱有啊，你们那钱不都在我这儿呢吗？是吧？剩下的钱呢，咱们再去贷点款。我估计呢，就基本差不多够了。不是，贷款呢？行，这张娘，您想不想挣钱？想，想挣钱。听我的，好吧？别走啊！你过来！我这事儿说清楚，说清楚你再走。什么急不是？我你没把事说清楚。不是，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现在不是分红的时候，等咱们那个四层楼的大饭馆咱盖起来了，钱哗哗过来的时候，张大娘，
我让您数钱数了都没空夫做饭了。我跟你说，你闲了就剩做饭。田毅呀，你说要干四层楼大饭馆，不是这哪有那么多钱呢？没钱没关系啊，妈，我都想好了，咱可以把这小院抵押出去，是吧？啊，你要抵押我们房子呀？不光是房子，张大爷，我跟你说，这院里面凡是值钱的东西都可以抵押。那可不行啊！我们退股，我们不干了，行吗？不是，你连我们房子都算计过去了，这可活不了了啊！我们牢了，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了。张大爷，您别着急，不是让您睡马路上去，就是抵押那么一下，你们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，是吧？那你要是赔了呢？那银行还不是得赶我们走啊？啊！不行，你还是把我们钱还我。别！不是，我现在哪有钱还给你？我就是还你们，那也得等那个生意挣了钱了，我才能还给你们。不是，还等你挣了钱呢？我们不等了，你就给还我们钱，我们今天就是拿钱来的嘛。张大，还不还？张大，你们怎么不明白呀？就你们投入那些钱，已经成为咱们饭馆的固定资产了。什么意思？就这意思，就是你们的钱啊，已经换成咱们饭馆里的桌子、椅子、抹布、簸箕、扫把。我这你行等。怎么都变成一堆打扫卫生的东西了？你不是你别忽悠我们啊！我们今天就是来拿钱的。对，你给我们钱，那我们拿什么？拿什么？说好了，拿什么？没钱怎么拿钱？怎么给您钱呢？是没钱，拿钱。我们还有20秒。哎，这不好了！怎么了？这个街北边又开了一个更大的家常菜馆，人家门脸比咱的漂亮，饭钱也比咱的便宜。你说这老主顾要都上人那儿吃饭去了，咱们这个那、啊、这个事儿啊，没事儿，张大爷，哎，您坐。不是你想个，别看咱现在门脸比他们小，可您别忘了。咱马上咱就开个四层楼的大饭馆了，我就不信我挤不垮的。哎呦，您别这个小手想糊涂天了，你那四层的饭馆我可不跟你干啊！怎么行，张大爷，你怎么不信任我？钱都已经搁您手边了，您就不拿？你拉倒吧，钱还是放我兜里，我最踏实。你别说别的，你把钱还给我，我不跟你干啊！您别说好了，不，您不能这样，不是不是，给我钱很痛快，不是钱还的问题，不是。哎呀，啊，刘星，那我先许个愿，许个愿去。我这受不了，你别走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张大爷，您干嘛呀？这我花钱请来的。哎呀，啊，你是变着法的把咱这房子给抵押出去是吗？你跟我们商量过吗？我谁给你出的这个主意？我没活不了了，姐活不了了，活不了了，张大娘，我这不就评估一下吗？我还没决定把它抵押呢。没有我们的同意，谁也不能把这房子抵押喽。我是不想，慢慢的我再跟您商量这事儿。这就没商量，商量什么？我拿这跟你商量。哎，张大娘，张大娘，你们俩弄不好，你们俩弄不好，张大娘，张大娘。对不住啊，都怪天意不好啊！我回去教训他。不是太大了，活不了，二老娘子啊！对不住啊，二老，街上人没地儿住啊，这活不了。啊，张大爷，张大爷，你来了。哎，这怎么了？你让他起来。张大娘不舒服。他不舒服，他见着我这账主子了，他能舒服得了吗？起来！你有话好好说。张大爷，你可别逼我了。我还逼你啊？我劝你，你不听，到现在怎么样啊？这不都赔进去了？张大爷，你真的别逼我了，你再逼我，我就死去！这玩意出息的东西，你死去，你去死去，死之前你把钱还给我。哎呦，我哪有钱呐？哎呦，你可不能死啊！不是，哎，怎么了，田毅？怎么回事啊？我想死去，张大娘。哎，妈，我欠你们这么多钱。我没脸活着，我是死去吧！哎呀，别！你这是干什么呀？钱不钱的先不谈，你可不能寻短见呐！是啊，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？这张大爷，我对不起你！哎呀，我对不起张大娘，我对不起我的丈母娘，我对不起孩儿他娘，我把大家钱全都赔了。哎呦，天意，你可，哎呦，这孩子，你看，你可不许这样啊！你要再这样，
不信难测。你打我干嘛呀？你这去劝劝呀。天意啊啊，行了，我也看出来你是真从心里难过啊。这样吧，这个钱呢，我们就先不逼着你还了啊。但是你一定得还我们啊。那不还是得还吗？啊，我不。啊，喘口气，哎，怎么样了？那个，我把饭馆给盘了。哦，那个，这是你们的钱，拿过来。谢谢啊。这是咱们的。哟，就这么点儿啊？还够咱们给的那本儿。行，拿回来就不错了。这孩子都这样了，你让他怎么挣钱去？张大娘，对不住啊，等以后我们存了钱再还给你们。哎呀，亲家，总比全赔了强吧？啊，你去看看去啊！哎，瞧瞧他，别让他，你咋就不能让我成功一次呢，老天爷？这是江天意呀！啊，哎呦，你洗上衣服可不容易，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吧？啊，张大爷，嗯。你手里拿的什么呀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吃了我是怎么着呀？不是，猪蹄儿不认识啊？这就是传说中的猪蹄儿啊，太香了！嘿，不是，眼珠子都快掉地下了。我张大爷，门口买的是吧？包圆了是吧？哎，张大爷，您牙口行吗？要我给您尝尝，软硬，免了，你硌着呢，免了。哎呀，别急。我牙口不行，我能买这个吗？行，要不这样，您把那个猪蹄吃了，我帮你把盘子上的油渣给您舔干净，省您刷了。我用不着，起来，赶紧洗你的衣裳啊！我留着明儿吃。再来。哎。偷吃我的东西，啊！哎，这是我买的猪蹄儿，啊！我知道张大爷，您可怜我，我没吃什么，好长时间没怎么吃，您让我去吃了。啊！我排了好长时间的队，我才买来的，这是花钱能买来的吗？这是最后打折我包圆的，知道吗？那我都吃了，那您说怎么办吧？都吃了怎么办呀？嗯，这么着吧。我呀，看在咱们爷俩多年的交情份上啊，我呀就给你点小的教训啊。您说，你就照价赔偿吧。啊，我也不翻倍了啊。赔您？怎么了？这还是交情吗？您不是，那这是我的最爱，啊、你把我最爱吃了，你不赔怎么着？你要不赔啊，我让全院人都知道你偷我猪蹄吃。赔不赔？您说怎么赔？赔多少钱？20吧。20块钱买的。赔不赔？不，我现在全家人都听着呢啊！没钱，是我就是没钱赔您。那怎么办啊？是啊，我先欠着我。先欠着您，欠我20啊！二十，欠您了，欠不欠？欠。完了吧？你欠着这个。张大爷，新华，哎呦，快小点声。你交给我的任务，我可圆满完成了啊！太谢谢您了啊，张大爷。别客气啊，要说你对付他还是真有一套啊！哎呀，我这不也是没辙吗？就我们家这不着调的玩意儿，你说他不让我省心呢？哎，你呀，对他实行这个全面封锁这个政策，他想不听你的都难。哎呀，您是不知道，他呀是赶着不走，打着走。你说我这不给他点颜色看看啊？他不知道他自己是吃几碗干饭的。行了，他早晚呀也明白你的心意，你是为他好嘛？啊，谢谢您了啊。没事。行。哦，张大爷，哎，亲大爷，爷们儿，好大爷。得了，借我的钱什么时候还我呀？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聊正事儿，走什么？我现在实在是没钱，你再容我几天行吗？20块钱就还不了？我现在2.7毛都没有啊！真的？你是诚心的啊？不是，我但凡有钱，我第一个肯定还给您。我现在是一滴尿憋死英雄汉了。你甭跟我整这个词儿，啊？天意啊，
你想想，你呀开饭馆子那阵儿，穿名牌下馆子啊，你火得不得了啊。你看看你现在没隔多少天啊，你就20块钱都还不了。你想想你自己有毛病啊。啊，新华啊，哎，快看看看看，你上报纸了。嘿，你看看我上报纸了啊。你瞧瞧，哟，还真的。怎么我怎么是？哎，新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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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张大爷，来，尝尝我新发明的臭豆腐披萨。来，啊，这个太臭了。哎，天爷，哎，人家采访你呢，你说你怎么说的都是我呀？啊，那个记者他问我呀，他说你背后是不是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呢？那我想不问你的吗？那我就开始说你的事儿了呗。爷们儿，模范丈夫火了以后不忘了老婆。张大爷，就冲您这句话，我这臭豆腐披萨给您吃。不行不行，这过于了，这个。哎，我撂一下。怎么？你说你这跟咱披萨店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说那么多关于我的事儿，有用吗？太有用了。我做了个市场调查，我发现啊，爱吃咱们披萨的人呢，大多数都是学生和女性同志。老婆，如果你做咱披萨店的形象代言人，我相信一定能引起广大消费者的兴趣。哎，什么？哎，我当代言人？对了，好啊，新华，你就来个形象代言人。对呀，多好啊！你可别打我主意啊！我不喜欢抛头露面，我可不愿意做这事。老婆，你口口声声说你支持我事业，你就这么支持我？我支持你事业啊。可我没打算帮你抛头露面呀！哎呦，新华，抛头露面就是火了。哎呀，张大，您别跟这儿瞎掺和。张大爷没瞎掺和，老婆，你真能火。你想啊，你火了，那我不就火了吗？对了，我告诉你，你省省吧，你看看，你看看把我给写的，那要让认识我的人读了，那人不得笑话死我？这不算什么，这我知道，报纸上有写的，这叫夸张的修辞手法。哎，现在明星代言都这样。你看看，你只要把握住，看看他那资质证明就没娄子。哎呦，张大爷，你懂得比我都多。老婆，你看啊，这事连张大爷都懂，你怎么就不懂呢？我的形象不值钱，老婆，你要做形象代言，那咱这就火了。是是。哎呀，这跟咱披萨店有什么关系啊？你那个宣传策略它有问题。没问题，你听我跟你讲，我细细的跟你讲啊。我这先，哎，对，天意啊，把这拿屋去吧，这院里都公厕所味儿了，啊，这儿睡着呢。天意啊，天意，醒醒啊啊！天亮了，天亮了，哥们，你怎么在这儿睡一宿啊？啊，这几年轻人这不注意，我跟你说啊。30以前人找病，30以后是病找人，多注意点，哪能跟这儿睡呀？我知道，我知道啊！我就昨晚上我练了宿气功啊，练着练我就睡着了。我说怎么回事？气功啊？你能练什么气功啊？你跟我说说，练什么功了？那个喷嚏功，我打一喷嚏，我想打一喷，打完喷嚏就是上一层次。喷嚏功，哪有喷嚏功啊？啊！您先甭挡，您让我把这喷嚏打出来。哎，你让我打你，怎么了？这地儿啊？啊？哎，不是谁吗？是不是这地儿啊？不是，不是，找谁呀？你们是这儿啊？就这儿啊？是谁呀？找谁呀？啊？哎呀，这大他，哎，就找他，我怎么了？就他，您清华小姐啊，您谈一谈您获得成熟魅力女人的冠军的感受吧。清华小姐，您作为一个中年女性，为什么要参加这样一个节目？您能说说吗？清华小姐，你知道现在你很受关注，大家都在找你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您说一说嘛。不是，您说一下，你给我们讲讲啊。阿三，哎，痛快了，留神啊。贾刘，那你开玩笑呢？哎呦，张大娘，你在干嘛？张大娘，你帮我贴一下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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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害得挺漂亮啊！姐姐漂亮吧？我拍的这个，我说是这饼。哎，没事没事，贴就行了，贴就行了。披萨饼做广告吗？田毅，你让我往哪儿贴呀？啊，哪儿贴都行啊，是不是小院里、胡同口、电线杆子上，什么下水道边上那个什么墙上。完了，地下通道啊，什么都。天意啊，这可不能胡贴呀，这犯法，到时候城管把咱给逮了去。你傻呀？你还站着等他抓呀？一来您就跑啊？你在这抓着你，不就完了吗？姐夫，这个活我可干不了，
我这么漂亮时尚的女孩，让我满大街的去贴这个东西啊！哎，不是，哎，不是，那我们俩没事，张大爷，犯法的事儿我也不干啊，我干不了。那个张大娘娘，哦，你这小子这嘴也太快了，刚来一盆土豆炖猪肉，就光剩土豆没几块肉了啊！我吃的太舒服了，好几天都没吃到这么好吃的饭了。张奶奶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我说，那你把饭都吃了，我吃什么呀？啊，这不有饼吗？哎，哥们你啊，您吃完了，帮我写两句感想吧。我吃完这个还得帮你写感想。不是，怎么我写感想啊？嗯，这可是我们老师留的作业，我得帮忙写两句吧。什么老师怎么还留这个作业呀？这既然是作业，你得自己写，我不帮人写作业啊。这饼吃到您嘴里面，又没吃到我嘴里面，我怎么知道什么味儿？您就帮忙写两句吧，求求您了。不是，哎，都求你了，给写吧，拿过来，拿过来，爷爷答应了，来。我多怎答应了你？哎，给孩子写两句。你瞧我这倒霉劲儿的，饭没吃上，我还得写感想。你写吧，张奶奶人真好。我也得吃完了再写呀。是。天意啊，天意，醒醒，嗯，醒醒，干什么呢这是？啊，你打我干啥呀？不是，我看你是练什么功的，走火入魔了。我练什么功啊？我那你没练功，你这是干嘛呢？点点点点。我哦啊，我是要点。张大爷，嗯，我给您找一好活，您干不干？这拉倒吧，你有好活你还能想着答应我？嘿，你这话说的，要好活我啥时候忘过您呢？来来来，您坐着坐着，坐着坐着坐着，真有活啊？电脑您会使不？哎，这我用它下过象棋。太好了太好了。您把鼠标这借了一次这儿。哎，对对，放这儿了。对对，我跟您说啊，这是给我们家新华增加点击率呢，你就啪啪啪啪啪就点这个就行了。哎，老点就行了。老点就行了。哎，行了，麻烦您了，我睡觉去了。哎，不，我点是行啊，我不能白点吧。不让你白点啊，不让你白点。是那个您每点一千下呢，嗯，我送您一张优惠券。什么优惠券？买东西用的优惠券呗。爷们儿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你交给我了，我睡觉去了啊。你点着啊，我点我点。哎，我给他点啊。哎，你睡点啊，点。哎，点。哎，哪来的电脑啊？你再给人点的坏了。这还能点坏？天意的，他让我帮他拉选票。哎，这闲事儿干嘛？这天意答应我了，每点一千下送我一张优惠券。嘛优惠券？超市那种啊？啊，对，他说买东西用的吗？哟，那个券可好啊，那一张啊顶20块钱使了。我能干这赔本的买卖吗？啊，合着我嫁了一聪明老头。哎，算算吧，一秒钟我点一下，一分钟就是60下啊，那我这一个小时怎么也得挣他60块钱呢。啊，哎呦，那一天能挣500-600了。哎，那我就24小时不闲的，这一天怎么也得挣个1000多块钱呢。嚯，那咱上超市能买多少东西啊？那得看买什么了啊。要买白菜土豆啊，我估计咱就得雇车呀。快点吧快点吧，我给你沏茶去啊。哎呀，别沏了啊，也没工夫喝。哎呀，你还不睡觉了？点上桌子干嘛呀？啊，哎，老伴儿，哎，我这手好像控制不住自个儿了。哎，听听，不是，我要能停，我不就早停了吗？哎，不行，你可接着来，啊，这还差半车土豆呢。啊，过来，哟，先生点点啊，点哪一个呀？就点这个，就这个。哪一个？吃准了，就这个。这个 no 是吧？这不是 yes 底下这个啊？对啊，点哎点。
点呀、啊，点了，快点啊！这不慢了，这一秒钟赶不上你一下，快快！你老在这哆嗦，我乱得慌。赶上我这频率，哎，啊，这啊，这个，哎呀，坏了，点错了！你这个笨呐，快往下，往下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我活动活动。哎哎，天意呀、啊！天意，三来，我跟你大娘 啊忙了一天呢，这通点啊，给新华拉了不少选票。这回他当选没问题。好了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呀啊！好，我就，哎，准备好了。那行，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有这活别忘了我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回见。老婆子，哎，快看看，哎呦，值多少钱？拿回来了，能买多少土豆？你别听，拿那手机，哎，那手机，哎呀，我捡不住，你别晃啊！哎呦，快看看，哎呦，是啊，哎呦，这好像是那个张天翼那个披萨饼店的优惠券。老头子，你上当了，谁吃这么多外国大饼啊？嘿，这小子连我都敢骗，不行。我跟他没完，还点吗？江天一，李小子给我出来，张大爷哪儿去了？张大爷啊，这么晚找天一有事儿啊？他李婶啊，你得给我管管天一这孩子，没有他这么蒙人的啊。张大爷，大晚上的瞎喊什么呀？我什么时候蒙您了？你还没蒙我啊？就你这个外国饼我吃不惯，我要的是超市的优惠券，知道吗？我哪有超市优惠券给您？那我不管，要不你就折钱给我。哎，张大爷，咱可说好的啊，我拿这优惠券换您的点击率啊，你可不能变，不能改啊。不是你们说这是嘛事儿啊？李婶啊，你给我说说，有他这么玩人的没有？张大爷，是您自个儿没听清楚。那我不管，我不能两口子为你白忙活一天。那是您自个儿乐意。不是李小子，到底赔不赔吧？不赔，想要优惠券拿走，不想要您搁着。哎呀，哎呀，行了，别闹了。我告诉你，有话好好说。你不能为挣钱六亲不认，知道吗？你，好嘞。你别后悔，你！哎呀，这是干嘛呀？臭小子，敢骗我！反对！不同意！哟，张大爷，还没睡醒呢。怎么眼圈都黑了？我一宿就没睡。怎么着还生天意的气呢？得了，别生气了啊。今天您呢跟张娘啊中午过来一块上我这儿吃来啊。什么事儿啊？天意啊让我多买点菜，好好给新华呀庆祝庆祝啊。庆祝什么呀？就是庆祝那个叫嘛叫魅力女人大赛得月冠军的事儿。好，早上起来一早上出去买报去了。是得庆祝庆祝。哎，哎，买回来了，我看。哎呦，太积极了。什么结果呀？这儿呢，我看看。啊，魅力女人月冠军。找找。哎，天意，这怎么不是新华呀？对呀，这照片是别的女人呐。哎，可气死我了。啊，也不知道谁捣的鬼啊！要让我知道谁投了那么多反对票，我跟他没完！我对，来来，我看看。咦，太好了，不是我。李新华，你没事吧？啊，人家得了冠军乐，你没得冠军，你干啥那么高兴啊？得冠军多好呀，省得你一天到晚让我穿红戴绿的。这下我可没事了。你个败家老娘们，你气死我了！你干老跟我对着干呢，你啊！天意呀，你着那么大急干嘛呀？新华选上选不上，跟你做生意他没关系。关系大了嘛？他要选上之后，你说我就省多少广告费啊？他一没选上，我找谁做广告去啊？我。哎，不，新华呀、啊，
没选上还这么高兴？哎呦，张大爷，我就怕人家选不上我呢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是谁啊，他帮了我，我可得好好谢谢他。你就好好谢谢我呗。OK。这什么意思？我反对的。